穿着飘着浓浓的华人传统年味，大人也一一分享各种食物在春节期间所象征的意义。慈济人文学校让我们能够传承中国人的文化精神还有人文，非常高兴。高桂林慈济人文学校欢喜迎新年，毕业校友特地返校以皮影戏说年兽的故事。皮影戏啊，或者是这是近视不在这种学校是碰不到的，所以如果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是分享给他们是很开心。每年此时登场的手写春联，孩子们很珍惜。新年快乐！领个红包，互道恭喜。一站又一站的活动，老师和志工精巧安排。辈子都很幸福哈。在秀里的一所图书馆里，祥石献瑞金龙报喜。还有慈济志工乔装财神，十分讨喜。和慈济志工互动良好的图书馆，有一扇橱窗专门展示慈济文物。市议员深受竹筒岁月的影响。It's changed me. I give every day. I have that feeling of giving on a daily basis. It doesn't matter how big or how small, and that woman was right. 一年之计在于春，行善的开始，人人福慧双修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加拿大报道。郑杰龙。